美英美英準備喎，啲系列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啊，同啲網上朋友打個招呼。好高興又喺美英嘅晚會同大家相聚，送上一首羅家昌嘅《我找到自己》。哇，羅家昌啲大師級嗰啲經典嘅嗰啲，真係殿堂級嘅大師。歌曲好啦，啊，由江生送俾大家一首非常好聽嘅《我找到自己》。我找到自己，好不好？哎，你講得快，真係啊！希望朋友們也一樣。好啦，劉家昌嘅靚歌，我找到自己，宋公子送俾大家。我往哪里去，才能找到自己？啊，一有难唱。多谢马大哥啊！过去成回忆，多谢小燕姐。我迷失在痛苦里，我往哪里去？多谢君君，才能找到自己？过去让它过去，我不再迷失在你。我再不要彷徨痴迷，我再不要黯然无依。我找到失落的过去。哇，人海茫茫，找到另一半不容易，其实找到自己更难。你说的对，希望我们都能够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往哪里去才能找到自己？过去让它过去，我不再迷失着你。我再不要彷徨痴迷，我再不要黯然无依。找到失落的过去，哇，一首非常好听的《我找到自己》，谢谢，多谢我找到自己，真的谢谢大家，掌声支持。哇，唱得非常之好啊，多谢光 Sir 啲真音啊，我都唱唔到。